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米斯，我是安，欢迎来我们的频道。OK， 今天呢就是 Prince 的生日啦。昨天，但是呢，他的生日会就举办在今天啦。Prince， 你是谁呢 ？OK， 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先带他们去洗澡，然后他的生日会呢是举办在3点钟。然后呢，这也是第一次我们把 Prince 就是举办生日会啦，因为他也是10岁了嘛，所以就帮他办一次大寿。Happy， 哎呦，我真的是啊。OK， 平时呢我们都收到很多私信，就是问我们出国啊，然后啊我们的毛小孩怎么办，还是平时他们 grooming 是去哪里的，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哒哒，我们就是来 Mega Rice Mall 的这个 Pet Food， 然后其实这间 mall 呢你们是可以带狗狗来的，看到吗？你看它有 sign 的 Pet Friendly sign， 我觉得很特别的，马来西亚 mall 可以带狗。这个你看激动。OK， 所以我们来配货啦，给大家看一下他们的环境真的是很好。他们已经是来这边洗澡很久了，已经有几个月了。Hello， 咦，没啦，没激动。Oh my god， 我看到有另外一只狗在这边 ，Q， 很坏蛋啊，很坏蛋啊。Hello， OK， 这个呢就是平时他们会住的时候啊，我也是有把 Prince 跟 Chappy 放在这边过，然后你们可以看到他们其实是有 CCTV 的，知道吗？对，里面有其实24小时，对，随时随刻看一下。对，然后呢，他们也是有这个 play area， 所以你们出来，他们可以出来玩这样子啦。然后这边呢，他们是有冲凉啊，包括洗牙，然后还有 SPA。然后其实哦，他们的 SPA 也是对毛小孩的皮肤非常的好啊，因为可以就是把他们的里面的油脂啊给洗出来，他们就会生毛喽。他真的很 Q 哎，你要博美一直看着我。Hello baby， 干干，还不要理我，还要吃骨头，很好笑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把他们放在那边洗澡了，之后等下再来打他们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啊 ，Chappy， 他好了，然后 Prince 再修一点毛，因为他等下生日会要帅帅一点。Prince， 哎呦，很什么？好了，各位，说现在呢，我们就转眼间我们就来到了。这个帮 Prince 举办生日的这个咖啡，啊，真的很晒很热，超发电的。哎，我走过龙了。Hello。Hello。哇，你看。哇。全部很兴奋的。好比。李荣浩来，李荣浩来。李荣浩来给我看一下。哎，来来。看镜头，看镜头。来来，李荣浩来。李荣浩上镜头。是李荣浩。真的。李荣浩。大家看一下这里的环境，哇哦！我的狗在乞讨了，你看。你的狗在哪里啊？这边，不是我教它的，真的不是我教它的。来来来，教它这样做，一直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。来，小心，哎，哦，大便。KK 差点踩上一个 KK 了。哇，这个真的是头奖啊！你讲，你弄到我感觉了，我看一下地上我有没有踩到 KK。很有钱哟，很有钱了啊！伟明，你看他的经历。没有没有，这也是他是长命百岁，长命富贵，长命富贵，然后还有这个，耶哇，佩奇你很幸福嘞，哇，还有这什么来的，宠物，大家真是太有心了，哇，看几可爱，我的狗可以这样子乖乖坐在那边的吗？你看这两只，耶，来啦，千玉也来啦。来，先送你的礼物，有 present， 耶、yeah ！来 cherry 的，原本就是我的，那谢谢，那你越来越多朋友啦，吉娃娃，感谢你，吉娃娃，哎呦，你穿裙子啊，吉娃娃，很小件，吉娃娃。
哦，大亲戚啦！哎呦呦呦呦 ，kiss kiss 啊！哎，你的老婆来了啊！你的老婆来了啊 ！Hello。男的他没有怕，他很生气也是。他讲我的生日，我十岁耶。OK， 所以我是要来开 Jasmine 送给 Prince 的东西啊。他讲是红色的衣服。Hello， 喂，新年。新年是红色吗？哦，是那种大寿的那种衣服。今天很适合穿。大寿，十岁大寿。哦。可以吗？可以穿吗？没事，你可以穿的，是不是？很适合。我觉得可以耶。哎，刚好刚好啊！我也有这个。我懂，已经拍好啦。这也是夫妻啊。有接头。可以了。因为讲小店可以换。熊来今天，哇！他叫 Teddy， 他叫 Bear，Teddy。哎呦，这还可以。没有，不是，没有，这好像很喘样。他很干将，他比较怕狗。你不要干将啦，你干将什么？然后干将，然后干将。哇！你看这个，我是喜欢这个肉肉啊。这是新的。哇！那他就会比较松一点。哇！艾莉，妈妈来了，嗨翻，嗨翻，你要不要？哇，哎，他又不凶你哦，这还 OK 哦，他现在 OK 哦，他现在算是 OK 了，你不要啊，你不要 trigger 他，打像秘密这样啊，他讨厌我啊，我知道，笨，是所有的小的博美都讨厌我的，不是秘密讨厌我，哎没有哎 ，Cherry， 秘密也不是讨厌你，秘密是讨厌 ，Yes， 辛苦到狗样。要去买一个一诺顶着，真的从这几天一直反胃。哇，疗愈。哎呦，比看一下你手指。哎呦，怎么会断？快笨！突然间就很痛，然后他就流血。哎呦哎呦！然后我看到我身上有大便。怎么？这里是哦，没有，应该是你抱那个狗，它屁股洞在你这边。应该是。哦，来，把你抹干净啊。发了个财了，这个是我买给 Princey 的生日蛋糕，看一下。哇，你想？哒哒。转过来，来开。不是、啊。你们看，很可爱。哒哒。粉色的，然后还有这个 Happy Birthday， 还有 Chappy， 这种时候就考我这种功夫哦，这种。一 Prissy， 哥哥。鲍鱼啊！